柱高40.5公尺，相当于10层楼的高度，风景美不胜收。冈山之眼成为高雄新地标，大年初一要重新开放，这回又有老牌艺人要来当代言人。成群的羊儿回家啦，咿呀嘿呀嘿。冈山之眼女主角请来资深艺人张丽敏，选在冈山之眼要来拍 MV， 歌单已经敲定了，要唱她的经典歌曲《再看我一眼》。另外还要再加码一首萧煌奇的《你是我的眼》。白冰冰之后，张丽敏也来高雄拍 MV， 但其实周边还有很多好吃好玩等你一探究竟。冈山之眼结束之后，就可以来到阿公殿水库旁的环湖步道，这里走完一圈要1.5小时。阿公殿水库一望无际，视野辽阔，不管是亲子活动还是情侣散步，休闲感十足。结束行程之后，周边还有可以泡茶喝咖啡的休息庄园。地方风景是蛮漂亮的啊，那整个看到整个后山嘛，在小冈山那边，大冈山整个后山呢、天气好时，风景能见度超好，三五好友相约喝茶聊天，增添生活乐趣。下山后再一起到冈山吃羊肉。热腾腾的羊肉炉，冈山最知名的名产，中药炖煮的汤头最适合在冬天补补身，让一天行程的最后用羊肉恢复体力，画下完美 ending。记者黄旭、林正彦，高雄报道。